来拍下喽！插花花长久，花久情愈久哦。对茶味无变，品味连世间哦。对酒酒芳醇，滋味用心来喽。我认为西雕是我们时代的一种印记和象征。就拿我们台湾西雕来说，早期是家用的器具，然后就是宗教跟祭祀用品。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啊，它又变成了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，会有很多文人雅士去把玩这个东西。现在啊，我们西雕的作用跟用途就比较广了，比如艺术品陈设啊，还有文创产品。那其实西雕的价值和用途、造型的变化，都是在和我们的时代的发展需求紧密相连的。我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：每一块西雕都有它的一个脾气。那它的脾气取决于什么呢？是匠人对西雕技术的理解和感悟。首先是龙溪，它讲究的是个火候，这个时间和温度要拿捏得当，才能保证溪的流动性。刻模啊，是整个环节中最难的一步，不但要有过硬的技术，还得能够静得下心来，否则啊，刻的过程当中，实木就会产生裂痕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手要稳，心要静，一刀下去定乾坤。灌模要灌得巧妙，巧的是温度，妙的是厚薄，适合作品需要的才是最好的。裁剪划线要精，准确要准，必须做到胆大心细。很多师傅拿剪刀的那个手都磨出泡了，他可能才摸出了一些门道。敲形我们又叫冷锻，要用带有锤纹的锤子一点一点去敲，力道越均匀，形态就会越饱满。焊接其实考验的是匠人的技术，焊点要精准，温度要得当，才能保证作品整体的一个平整度。锉形对拿锉刀的方式方法是很讲究的，只有合适的动作才能将这个作品的边给它打磨好。整形其实啊，就是对焊接后作品的调整，我们通常啊用木锤和橡胶锤来微调和修复，这样啊不会损伤到我们作品表面的纹理。如果用到铁锤的话，一般就是比较大的改动了。焊接是我们整个流程的最后一步，它需要注意到两个很重要的点。第一就是刷金时一定要掌握好金的厚薄，不能破坏作品的纹理。第二就是对气候有足够的敏感度，气候太干燥太潮湿都会影响到最后金的亮度。现在网上很多人管我们福建叫做西雕侠侣，其实不仅仅是因为我俩都是从事这个工作，更重要的是我俩做作品的态度，包括一些理念，都很相信。味道怎么样？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比如我们坚持传统手工技艺，坚持应用纯锡，就是希望说留下一些时代发展的印记。那这个印记肯定是要经得起推敲的，这是连接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，能够让好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啊，并且在这样一个开放包容的环境下建立起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。我想啊，这就是展开会议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所在。